你看过马达里面开出一朵花吗？这颗心脏从2020年一直战斗到现在，整整五年，客人都吓到，原来它撑了这么久。虽然按钮灯还亮着，但内部已经炸膛了，碳刷也磨到见底。现在刚好是磨到完。换上整新马达后，发生一个小插曲。换上之后还会记录日期，因为新心脏实在太有力。哦，新酒还在三折，新的就不一样。OK， 我们必须连续调降三次熔接时间，这样袋子才不会变太薄。这就是动力的差距。对，原本快中间嘛，还是中间再多一些，哎呀，这么往新的一点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再战五年没问题。你的打包机也需要健检吗？上新检。